狗仔全心术，我怕曱甴啦。其实动物全心术咧，即系我哋人去用我哋天生嘅直觉啦，自己嘅感觉同动物去沟通，了解下动物嘅需要啦。灵气灌顶咧，就系用大自然嘅能量去到帮学员咧达到身心嘅平衡啦，同埋令佢哋放松，帮助去同动物沟通嘅啫。试过有一次咧，就系有一只狗仔啦，咁突然间咧就系去厕所小便嘅时候咧，喺厕所隔篱嗰度小便，咁主人咧就好烦恼啦，咁点样氹佢啊，或者教佢闹佢啦，都改善唔到啦。咁原来发觉咧，小动物咧前嗰几日咧去厕所嘅时候咧，俾一只曱甴吓亲，咁佢咧就惊咗个厕所。咁后屘我就叫个主人做一啲嘢嘅。咁譬如咧，佢翻屋企咧就要清洁咗屋企啦，咁慎防再有曱甴啊嗰啲咁样啦。咁另外咧就要喺佢面前咧拎起个翅板，俾佢睇到咧系真系干净嘅，然后再陪住只小动物一齐企上个翅板度，俾啲信心佢。咁自此做咗几日之后咧，咁嗰个小动物咧就已经系翻个厕所度屙啦。